场最有价值球员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先发投手欧文君，火锅小子，欢迎。好的，我们要来颁发奖项。那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福鼎国小的女棒球队来颁奖，而且同时今天还可以获得 Elex Pure Q9P 双效净量吸尘器。先发，那其实之前大家都说伟君在主场其实会投得比较辛苦一点点，客场比较容易夺胜，但今天的好表现其实打破了这个说法，对不对？那加上上一次我们在客场差点完成完投，今年的状况其实还不错。那想要问伟君是怎么面对这个先发的重任的呢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就是专注于每一场比赛，对，既然给我这个任务，我就是尽全力完成它。没有错，真的，伟君呢，真的是非常把握每一个当下，然后把最好的自己表现给大家。好的，那么今年在主场的比赛呢，其实都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其实选手们都非常的认真，也很努力，希望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各位十号队哦。那请问伟君，你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球技有什么期许？就是健康的打满整个赛季。那我知道大家的目标都是总冠军，那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，需要我的队友还有十号球迷们大家一起齐心，才可以办法有这个办法拿到总冠军。重要。那除了面对强敌夺胜之外呢，更是今年的主场假日首场的胜利哦。那么有很多十号队友们这样一路陪伴着我们，所以你有什么话想要对现场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所有十号队友说？首先，先谢谢各位十号队友在今天有机会到现场来看比赛。好，谢谢。记得支持我们的桃园男儿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Elex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就在你的身边，这一台 Pure Q9P 的双效净量吸尘器。那请问一下，伟君回去打算怎么使用？竞标，从里面开始起标。啊？不是认真打扫家里吗？不行，你不是自己认真打扫家里是不是？去年就拿过一次。那今年这个也非常。我还是想把它拿去。好好好，没关系啊，你怎么这样使用？因为你今天是 MVP， 讲话最大声。